没看错，如假包换，就是萧美琴认真唱起情歌，深情投入，清秀的脸庞带点稚气。因为那一年她才27岁，刚升任民进党国际部主任。我是在做国际事务的工作，但是事实上我的背景也非常的国际哦。我在日本出生，那么我爸爸是台湾人，我妈妈是美国人，所以呢，刚好让我有进行一个多语言的成长过程、成长背景。因为我在台南大汉的，所以我是台南人。我想现在呢，我们很流行的一句话“新台湾人”哦，我想我你是正好可以 identify 可以接受。引用当时最流行的“新台湾人”形容自己，萧美琴不只唱西洋歌，也唱台语歌。上好的是卖给我。一起上节目的邱颖莹顶着当年最潮的法拉头，不过现在看起来自己都觉得害羞。如果可以不要播的话，尽量不要再播，有一点恐怖。哦，对，那个还弄个半瓶山高这样，现在看起来蛮吓人的。其实我们以前会一起约去做很多事情，我们最常的是去看棒球，然后再来就是会一起去洗温泉。哦，天哪，讲了一个大秘密出来。哎，上帝出现了，你什么时候出现呢？如今好姐妹扛起重任，邱颖莹特别到记者会场外给个抱抱。只是随着萧美琴参选副总统，未来要一起自由放飞的日子恐怕很难找了。民视新闻综合报道。